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我站着，挺能嘚瑟呀啊！赶紧打电话。喂，李婶啊，我是保安于小脸儿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李婶，因为啊让别人拿错了您的快递。对不起，李婶。 放心，您听我说，以后我一定按照保安的规定严格要求自己。今天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李婶。好，那我听你说。哈哈哈哈，刘大爷呀，哎，好，那行，那今天我也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呀，刘大爷，我打错电话了。于小脸啊，你还能干点啥？啊？ 最近工作怎么总心不在焉的呢？电话打错，快递你给人拿错，你还能干点啥？不是田经理，你不知道我爸上个礼拜掉沟里了。<笑>你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就问呢，我说爸你有事没啊？他就口口声声说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你好好工作。他越这么说，我心里越惦记啊。你这事你早跟我说呀，你这样，明天给你一天假，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去。 谢谢，谢谢田经理。小脸啊，以后这个快递啊，必须得本人签收，千万别弄错了。放心吧，田经理，我以后绝对把这项工作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。好，于小脸，我相信你。经理，千万别弄错了啊。好嘞，你忙吧。 今天好好站岗啊！我站好最后一班岗，明天我有脸见我爹呀，对不对？老同学，这家伙啊，朋友们，上眼看一看呢，这以为离远来了一个喘气的大元宵就上台了啊？ 这咋的？走这两步还把馅儿整出来了？这是黑芝麻馅儿的，这是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作为董事长的司机啊，要随时随地都注意形象。哎，我的妈！装啥呀？不是你这回来干啥来了？啊，你说我想起来，那个这个啊，放你这儿，老重要了啊。这个放我，你看我这东西哪个不重要啊？还非得这个东西重要吗？ 这是我们董事长从外地寄给小米粒儿的，董事长啊，一会儿小米粒过来取。你说的那个董事长是田笨笨他爸给送来的？你说啊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问啊。我就纳闷，你说我这好奇，你这里边能送的是啥呢？你说，总之，好的寓意，啊，好的兆头，好事将近。行行行，哎呀，这家伙。 还加整的挺会嘴词儿，行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先问问你，你给我走了。我走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这家这嘴词儿，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。妈呀，好事将近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于小脸。我刚才看见你同学了，人家摇头尾巴晃的，咕嚓，把我刮插画本里边，重扔了。<笑>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，我快递呢？ 小倩啊，啊，你先别回去快递的事儿了啊！研究研究，你当伴郎的事儿吧。于小脸啊，恭喜你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是我结婚，谁呀？田笨笨。田笨笨要结婚了。对，太好了，小米粒就属于我自己了。他跟谁呀？小米粒。谁？小米粒。哎呀，我说你。 啥时候了？还凑，啥时候了？啥种事儿啊？就刚才，领证了。那倒没有，但是他爸派司机给送聘礼来了。聘礼搁哪的？这不就是快递吗？啥快递呀？你没看见我的同学吗？后老棒那个在树里那个，就他说的，那家伙好的寓意，好的征兆。田笨笨和小米粒儿就好事将近了。没事。 好事将近不怕，不没结婚的吗？啊，没结婚就可以公平竞争，他同意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
我把他撇了，你给我上一边去。你把人东西撇了，那叫公平竞争吗？那咋整？咋整？才咋整？再说你在这撇了，我跟你说，那不赖我吗？到时候东西我得赔呀、啊。那、哎、咋整？别慌，别慌，我跟你说，凡事老爷们要冷静，是不是？给、啊、我看看，你们装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打开看看，你当你的快递呢？那是那不犯事吗？啥呀？有人唠嗑，唠啥了？没听清，这他们好几个人在里面嘟囔呢。啊？不是，那里边是啥呀？小张，啊，你多大？你上，你看什么玩意儿？我可不敢，我不行不行。你这么的，你在前面走，身为保安我还怕他们，我还来，我在后面保护你，来，你上前面走，保护我是吧？走。走吵是啥？我吓唬他们呢。告诉你啊，我们外面俩人，我都不怕你。哎呀妈呀，小脸，你能不能别喊了？啊，这不有眼儿吗？咱俩仔细瞅瞅。看，看着没？有头发。好几个有头发的，啊！站！哎呀你妈！哎呦，又咋的了？跟我玩埋汰的，玩埋汰的，咋玩的？往我眼睛里吐吐沫。咋吐的啊？咋吐？这下给他牛的，还棒棒吐的，在这儿。知道啥了吧？到底是啥呢？核心。核心，干啥？吐吐嘛，他，核心不就吐吐嘛吗？都气死我了！还有，那腿上有毛，不就像头发吗？完了，送核心了，他俩指定成了。你这是真有意思，那怎么送核心他俩还能成呢？送核心，好的预兆。啥预兆啊？八条腿儿。就是抓两个钳子往家拉，这不是他爸派那个河蟹把小米粒抓回去吗？要你这么说的话，他爸应该是老龙王啊，他爸呀，这样才能派鲜卑新将来抓他呀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咋整？你先别着慌，别着忙，你看看我给孙悟空打个电话，我让他去，我让他能不能别开玩笑了？我让他去老龙王那去闹海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能有点正经的不？咋整啊？你给我想想招啊！你倒是啊！别慌，别慌，这别慌，稳住啊，稳住啊！小米粒来了。哎，王小灿，你也来取快递啊？哼！哎呀，你给我横啥横啊？你吃枪药了？上一边去！哎，李小俩，今天是不是有人给我送了一箱螃蟹？对，老龙啊！去吧，去吧。跟他们去吧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气坏了你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吃枪药了你啊？行了，那这药我拿回去了啊。站那儿。今天这快递你拿不走。干啥呀？这是人家的快递，怎么能不让人拿走呢？我不管，今天他指定拿不走。我告诉你，小米粒啊，谁邮的谁来拿。行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那都有，别吵了，等会儿拿呀。站那儿，听我说，要不站那儿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上楼取个锅，咱就搁这煮着吃得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煮锅想把你煮了。没事，我们经理来了，别吵了，来呗。田经理来，哎呀，田经理，啥也不拿就走快点呗。哎呦我天哪，我忘了。哎，笨笨，哎。你来了、啊、那个你看这是我托田叔叔帮我带的河蟹、啊、哎你来的正好，我把钱给你啊。哎没事，你这把这钱一会儿给我爸。哎、啊、等会儿田笨笨啊，你爸也太抠了吧，送聘礼还要钱呢。啊
啥聘礼呀、啊？那香米粒从我董事长那买河蟹不得给钱呢，是不？咋回事啊？不是，怎么还买河蟹呢？这不我爸不是出差了吗？然后那地方啊盛产河蟹，小米粒知道了就让我爸帮他带两箱。这不很多人都让带了吗？一会儿都过来取。小脸，搁哪呢？好事将近呢？切不要。哪呢？好事将近呢？我啥时候是好事将近了？我是说好吃将近，螃蟹再不吃过季了。小脸怎么回事啊？别整那没用的了。田林是这么回事啊？嗯。他吧，你说那个舌头就不好使。你不赖我没听清啊，就是他抱了一箱来了，完了说要跟你什么好的寓意，完了是要送给小米粒儿有好的征兆。我合计完了，他又说了一句好事将近。我寻思你们家老爷子给小米粒送聘礼来了呢。你小脸啊，你啥耳朵啊？啊，听话听不明白。其实啊，我这箱河蟹呀、啊、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，等会儿你下了班有时间记得过来吃。我有没说你记得过来吃啊。小米粒，铁妹妹，你信不信在你去他家之前，我把那螃蟹都吃了，壳我都不给你剩。你说说你们俩啊，不是，一个是我的员工，这，一个是我爸的员工，啊，就因为你们这瞎传话，闹出多大的乌龙？是，不有句话说得好吗？不怕当面说错话，就怕背后瞎传话。你们俩，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呀？这家伙说话都说不明白。你好，听话都听不明白。你好好练练你那个耳朵听力啊，还有那个口条，啥也不是。谁啥也不是？啊，听力有问题，口条有问题吗？啊，我口条有问题吗？我口条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炮兵跨把标兵破，标兵跨碰炮兵炮，我口条有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当保安给我耽误了，要不然我就是辽宁卫视的主持人，你信不信？